嗯，因为我有份相当于鱼。鱼看到是鱼看到是鱼。这个洋芋坨坨嘛，一般跟我用这个碗装一下嘛。好，我放这边哈，谢谢。我这不看到有放勺粉的。一般没看到过。啊。那有放宽粉。宽粉。嗯。所以就是那种粗的那种米粉嘛。感觉像我们家平时早上煮那种粉。我怕这成坨。加香菜，加甜酱，加折耳根酸汤，加酸萝卜辣椒，拌拌拌，再拿点杂串，豆腐皮包折耳根，豆腐皮包香菜，豆腐皮包韭菜，豆腐皮包金针菇。这是鸡蛋是吧？哎。刚刚你加点辣椒去。哥，你是不是第一次在点搞？啊？我说哥哥是不是第一次在点做这个？哎。这儿要啥呢？要这样搞。你要跟老板是绑定的嘛？看没嘛？他们要拍照，你那个跟那个房子给他看一点。是不是好懂了？是不是拍的人太多了，你都懂了？都不需要我讲，你就会。好好，谢谢。不说了，我先干饭了。